哦，阮内底清洁嘛是拢照农委会有哦，因的规定。哦，时间到了，鸡屎啊、垃圾，阮就清掉，清掉了就是爱洗消毒。哦，完全拢照迄个政府规定的方式来行。啊，进无爱多通囥鸡，咱有啥物困扰？即卖造成有无吼？阮的作业上有无吼？阮迄个无啊多有吼？就是讲哦，普通时啊，阮啊讲销500只有无吼？有人说啦，迄个小卖啦，生意歹，有人说阮咧乱讲啊，会无销啊侪出来。啊，即卖了会春嘛，啊春阮只鸡就无啊多通囥。即卖政府规定讲，阮无啊多通囥。一定要屠宰了，阮就一定爱冷冻啊。愈积，阮的成本就愈增增加起来。哦，啊，愈积愈多，造成到尾，我嘛无当经营啊。